历史和平与安定，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天地开始了大智慧，至今也无法最高。我斩尽辅助鬼一世，也见证了一世。人以这笔来一世，将不完呀。历史所记载真相，真是如此吗？这不要我这血泪，是苏切无法记录的。千军之下，这场战争，我这人因此丧失了性命。两雄比赢之下，运用了最少的牺牲，达到了和平的目的。以恁呢，也记得我这人的鲜血染红了恁的双手。兵精晓得，兵士不猛，今已一错再错，兵精不错呀。你最大的错，就是给了我三次的机会，以我是绝对不给你任何的机会。这是多，也是坏，不需要。你早已经告辞了，在下从组织一时和平也不是你的责任，因为该死的人是我。这就是你想要杀我的理由？你真想要杀我？我绝对会杀你。我吧，青龙骨，压龙扫空，诸雄回雄，这片如来，最凶一棍，替兄平一转定修理，不行同行前进，最勇一敲，最灵一斗法。五秒一阵，三龙进天境，云经书路，离魂心路。是时间的敌，你也学会吗？人将这一生将不学会，但愿你定得住你心中的和平盛世。那是我的责任。